有很多事情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。即每一次我都是最后一次咯。他不是因为那对手很劲，但是他不发挥，他不去打出来，那我是我怒气，是怒气这样东西。即 我不是想发脾气，我不是想闹，那我当你仔咁样，那很难顶的。那即是不是人家给机会你，人家叫醒你，人家叫你帮你做，你给机会我啦，我下次得的啦，你叫醒我啦，好的，好多都没人给机会你。